香港网络广播剧团呈现《一个人的童话》。从前有个公主与灰姑娘的故事，从前有个仙子写新英勇的事，其实太类似，在你不愿意，大概三天有一缺陷时，情绪开始太易，匆匆也终止。让我讲一个故事，当日主角迫不得已，如当失遇到时，再没法相依。爱纵是难忘，难有个定义，原来缘尽亦无事，试过也只爱恋的意义。你要是能明了我太重视，遗忘前世爱多次，让我可再次把心思可开始再续前世。爱不要迟疑，爱太自私，太多可爱事，曾同行已是天的赏赐。我俩似此太多不快事，爱若到此若然离异，也没法子爱是难忘，难有个定义，原来缘尽亦无事，试过也只爱恋的意义。你要是又明了我太重视，遗忘前世爱多次，让我可再次花心思，可开始再做前世也未迟。估唔到小贤昏迷咗几个月之后，件事会发展成咁。我哋都好努力咁样帮佢搵翻以前啲记忆，但系讲真啦，有好多嘢我都唔知应该点样做啊。照你咁讲，小贤开始记得翻以前同男朋友嘅事，都已经算唔错噶啦。出院嗰阵，佢问过点解唔见佢爹哋妈咪嚟接佢出院。唉，佢嘅身世我都唔知道可唔可咁快同佢讲啊。黄修女啊，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做啊？小慧，你记唔记得你哋细个嗰时，我同你哋讲咗一句说话？要改变命运，唯一嘅方法就系要揾到自己要行嘅路。虽然命运系命中注定，但如果唔靠自己能力去改变，人就只会跟住既定嘅路而行。你意思系要靠阿贤自己去面对？就算两个人的命运怎样似都好，他们所行的路都总会有不同。那天要阿贤走这条路，要面对的也只有他一个，没人可以帮到他的。连他男朋友都帮不到他？你可以尽力帮一个人，但是你永远取代不到一个人所落的决定，你明不明啊？小慧，如果是这样，对阿浩和阿贤就很不公平咯。小慧，你过来，你试下用个心去望下，去感受下呢啲小朋友嘅欢笑声，之后你就会揾到你心入边嘅答案噶啦。咦，阿慧，你翻嚟啦？系啊，阿贤，我买咗本簿俾你啊。做咩无端端买本簿俾我嘅？
你咪话你自己记得啲嘢嘅。我諗住如果你以后将你所记得嘅嘢写返低，将来要组织返嘅时候点都容易啲㗎。哦，好啊，多谢。阿燕啊，我知道你而家知道咗阿豪系你男朋友之后个心会好忐忑㗎。不过有好多嘢都要正面咁去面对。所以呢件事都系交返俾你哋两个比较好。只不过我唔使急嘅，慢慢嚟啦。等你自己有心理准备之后再諗下点样去面对而家嘅事啦。係呀、阿言，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我哋以前读同一间小学嘅。寻日我约咗个班主任话会带你返去见佢呀。但咁啱我听日突然之间有啲嘢要做，应该陪你唔到啦。不如你试下自己去搵返以前我哋嘅班主任 Miss 方啦。佢好照顾我哋㗎。你一讲徐咏妍，佢一定会记得你㗎。吓，我自己一个。你约我出嚟有咩事啊？有啲嘢我想同你讲啊。咩事啊？阿言冇嘢嘛？阿言佢开始记返起以前啲嘢啦。佢真係记得返以前啲嘢？嗯。咁点啊？佢点讲啊？你有冇同佢讲我系佢男朋友啊？我冇直接答佢啊。但係听佢嘅语气同埋反应，我諗你都估得到啦。佢话见到你嗰陣时感觉好唔自然，好似有口难言咁样。但事实上佢又感受得到同你有一种莫名其妙嘅亲切感。佢自己都唔识得点样形容。始终佢而家好多嘢都唔记得，对我陌生唔自然都好正常啊。只要我陪佢多啲，同佢去返我哋以前嘅地方，勾起返佢啲回忆咪得囉。阿豪啊，我知道你好爱阿言。但事实是今次呢件事唔系淨係解释就可以回复返以前咁㗎。要畀啲时间你自己同埋阿言去适应啊。又系时间，咩都系讲时间。当年佢昏迷嘅时候，医生又系同我讲时间。而家你又同我讲时间。佢系你爱嘅人。但佢亦都系我最好嘅朋友啊。佢搞到咁样我都好心痛㗎。Sorry。听日阿言会返去母校。但我约咗去做 body check， 冇时间陪佢。或者你去陪佢啊，好唔好啊？一直以嚟，我都唔知自己算唔算一个识得爱嘅人。我只系知道，我爱上咗一个已经唔值得爱爱嘅男人。相反，阿豪一直怀住盼望，等待一个昏迷咗咁耐嘅女朋友。我知道佢对呢一段感情有好大嘅希望。亦正是因为这样而令到我很担心。阿言，阿言，阿言，吓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阿慧话俾我知，佢唔得闲陪你翻母校，但又怕你一个人，所以咪叫我嚟陪你咯。哦，不如我陪你入去啊，好唔好啊？阿豪啊，其实唔使咁麻烦你嚟陪我噶。唔紧要，我系你。本来应该系阿慧嚟噶嘛，而你行动唔方便，要你特登走嚟，唔系咁好意思嘅。阿言啊！话晒，你哋自己一个人出嚟都好危险噶嘛，多个人多个照应嘛，系咪？唔好企喺呢度啦，我哋入去啦，好冇？嗯。唔好意思，我唔得闲接听你嘅电话，麻烦你留低电话，我会尽快复翻你噶啦。唔好意思，我唔。阿燕，你翻嚟啦？你成晚喺度等我？系啊，阿豪等咗你成晚啊。阿豪啊，既然阿燕都翻咗嚟咯，你唔使咁担心啦。一系你翻去休息先啦。唔使，我想喺度陪多佢一阵啊。阿豪，翻去休息先啦。咁有咩事打俾我？我送你出门口啊。我先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
燕啊，点解我打极俾你，你都冇人听嘅？我翻咗去学校啊，方主任佢已经讲晒俾我知啦。方主任啊，我同阿慧细细个成日都一起玩噶。嗰段日子，佢系同你玩得好埋嘅一个，两个好似糖黐豆嘅孖公仔咁。佢嘅性格就好见义勇为嘅，本身佢讲嘢又牙尖嘴利噶啦，所以如果佢一见到同学仔虾你咧，佢就充当一个家姐咁样保护你出头。唔讲真系唔知道，我都有俾啲同学仔虾喎。嗰时你咧系学校嘅优才生嚟嘅，五六年级嗰两年上下学期考试成绩你都系第一，加上你个样又醒目又靓女，眼大大咁，咁得人中意。所以徐咏仪呢一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刻。方主任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唔知道我父母嘅下落啊？方主任啊，你一定知道我父母去咗边噶，你话俾我知啊。你妈咪喺你三岁嗰年过咗身。死咗？其实当时系因为你哋屋企发生咗煤气爆炸。你爸爸同你妈咪一样。点解会咁噶？你指佢哋两个系一起死嘅，咁我咧，我唔系监狱入面咩？阿贤，唔好咁啦。你根本一早就知嘅，系咪？点解我问你哋，你都唔肯话俾我知啊？我哋唔系有心唔讲你知，系因为好多嘢我哋唔想一时间俾咁多压力你啊。方主任，你讲啊，你话俾我知，我父母意外死咗之后，咁我点啊？小贤，我求下你啊，我知道你系知噶，你继续话俾我知啦。当年我入嚟呢间小学任教嗰阵，你已经系二年班。当时我净系知道你系由一间孤儿院送入嚟嘅。孤儿院？你意思系我由细到大都住喺孤儿院？阿贤啊，不如我哋翻去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唔好阻住方主任啦，以前嘅嘢迟啲再讲啦。阿贤，阿贤，阿贤啊！除了你和阿豪之外，我是不是由小到大都只得自己一个？我真的一个亲戚都没有。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叔叔来过孤儿院探你，不过那次之后我就再见不到他来过了。看回以前的相，甚至听到方主任形容我小的时候，原来我是这么开心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，孤儿院的黄修女说你小小个那时已经很懂性了。在初初你的情绪是很差，但黄修女成日都在你身边陪着你跟你倾偈。很快你就开始适应孤儿院的生活。没几耐我们两个就熟起上来，日日夜夜都一起玩。所以在这十几年里面你一直都过得很好，很开心的。我好想记翻起以前开心嘅感觉啊，但系我真系记唔到啊。我只系觉得而家知道咗咁多嘢之后，都系唔开心。我甚至唔知应该点样做，好似搵唔翻自己咁样啊。我明噶。究竟之前我发生咗咩事啊？我谂呢个问题，等阿豪自己讲俾你听会更加适合。点解你唔可以讲俾我知啊？其实你醒翻之后，我同阿豪有好多嘢都想同你讲噶，只不过实在好多嘢你已经唔记得晒。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，知道所有嘢嘅话，对于你一定唔系一件好事。最后我哋打算俾时间大家，等你接受咗同埋适应咗我哋之后，先至慢慢将以前嘅嘢讲俾你知。真系好奇怪啊！当我自己一个人在条街道嗰阵，我已经觉得除了你和阿豪之外，就不会再有其他亲人在我身边。于是乎，我很快就回嚟呢度，因为呢度就是我唯一的屋企。阿燕啊，你放心啦，无论将来发生咩事，我和阿豪都会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的。其实你就等于我一样，我都是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只有你才是我最亲的人啊。阿慧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是不是啊？还有阿豪呢？
佢先至系你最重要嘅人啊！佢成日都喺你身边度帮你噶。哦，我都知道佢对我好好啊，但系你唔使咁谂噶，你当咗阿豪系你朋友先咯，你又当佢帮你系出自朋友嘅心咯，咁样会唔会好啲？嗯，啊，阿慧啊，你知唔知我父母撞咗去边啊？在你未失忆之前，每一年你都会回来这里拜祭你爹地妈咪的。他们就是我爸爸妈妈，他们很后生啊，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，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呢？ Uncle 和 Auntie 传下有知，见到你长大成人，他们一定会很安慰的。在你面前是你最亲的人，小时候拖我的手抱着我周围去讲故事俾我听嘅人，竟然全部都唔记得。阿燕啊，霎时间要记翻起以前嘅嘢，我知道好辛苦噶，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啦。我明白嘅，就算点样逼自己去谂，谂唔到就系谂唔到噶啦。我带你一个地方，去边啊？阿文，你翻咗嚟啦？嗯，食咗嘢未啊？我买咗餸啊！我朋友今晚唔翻嚟啊，不如今晚你喺度食啊，好唔好啊？唔啦。你呀，好耐都冇翻过嚟陪我啦。今晚喺度食餐饭，当俾我见下你啊。都话咗唔喺度食咯，你冇咁烦得唔得啊？做乜事咁燥啊？系咪收拾公司啲嘢啊？你可唔可以我每次翻到嚟唔好问长问短啊？呢度系我屋企嚟噶，次次翻到嚟都唔可以静静地嘅。我都系谂住谂住咩啊？你又想点啊？我哋已经好耐冇见㗎啦，平日你点样我已经唔问你啦。难得你返嚟一次，我都系尽我做女朋友嘅责任去关心你服侍你咋嘛。你想我点喎？喂小姐，系你自己同我讲啊，你个 friend 要搬嚟住啊，唔方便有个男人喺度我先唔返嚟咋。系咩？你觉得真系咁嘅咩？定系而家有一个藉口令你认为系咁啊？我已经两晚冇翻嚟瞓噶，你唔好再惹我啊！点啊？而家系你向我发脾气啊？咁样叫我惹你啊？你要发癫，你自己发爆佢啊！香港网络广播剧团呈现《一个人的童话》第七集，剧本 Kelly and Frankie， 制作监制维斯里 Ada， 后期制作维斯里。声音演出：即其饰演泳儿 ，Purple 饰演嘉慧，陈植饰演汉文 ，Cyrus 饰演志豪 ，Rosanna 饰演黄修女 ，Circle 饰演方主任。剧中，下集再见。阿燕，阿燕，阿燕。卡唔到啊！点解唔知道？佢系咪应该突然？佢好似阿燕，阿燕，要再激动啲好，大大醉。OK， 阿燕，阿燕，哎呀，阿燕，阿燕，睇翻以前啲相，甚至方主任，方主。死啦！做咩事啊？睇翻以前啲相，甚至听到方主任形容我最……做乜嘢啊？冷静！点啊？而家系你向我发脾气啊？咁样叫我惹你啊？你要发癫，你自己发爆佢啊！好辛苦啊！好辛苦啊！好辛苦啊！点解要咁对我？点解啊？你有冇佢哋咁好戏？你又再开古仔？有啊！唔好等啦，请即加入香港网络广播剧团。我哋需要大量有潜质嘅演员、编剧、制作人员。唔理你系男定系女，老定系幼。总之你自问有料，就请你立即加入我哋 Facebook 嘅群组啦！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，我哋等紧你噶。